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啦！终于要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，远离手游，我们来开箱不一样的东西。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是卡纳赫拉的杯圆子，可可超爱卡纳赫拉，我有一系列卡纳赫拉的东西。首先是兔子，接着是他们家的鸡，我超喜欢这只叫批注，还有我的票卡夹，一堆他们家的贴纸，我真的超喜欢它。这次我的朋友。就是小柯，也是我的实况里面的 MOD， 他去日本玩，然后他还惦记我，真的超窝心的，然后他就买这个给我，这就是日本很有名的杯圆子，然后跟卡纳赫拉合作，他有1、2、3、4、5、6种图案，我们看一下这三种。以及后面这三种，每一个都超萌的。不是很多人转蛋，如果转到自己不想要的会很伤心，可是这里每一个我都很喜欢，然后超开心的，所以今天录制这影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影子 I love you。 好，谢谢他提供我这个礼物让我可以开箱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开看是哪一个。可是还是要来一个期望好了，比如说自己最喜欢什么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有眉毛的，这个兔子有眉毛，当然有眉毛这表情超好笑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抽到这个。那我们来开咯，噔噔噔噔噔 ，OK， 一选，喂喂喂，希望是可爱的眉毛兔子，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个呢？哦哦，是抱在一起的，是抱在一起的小兔子，小鸡抓着小兔子做奇怪的动作，好可爱哦！哎，真的质量真的超好的，你看，然后给它对焦一下，噔噔，但它无法对焦，对焦一下，大哥大哥，对焦啊！大哥，不给他对焦了哈。然后这个使用方式就是挂在水杯上。为什么要这个呢？你就想说它跟公仔一样吗？其实没有，我觉得杯圆子一个好处就是，当它挂在水杯上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你就会想一直用它。因此你就会喝很多水。这个夏天就是喝多一点水，喝水对身体好。这样子卡在上面，哎，是这样啊。其实我第一次用杯圆子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反光啊，反光啊，大哥！有，比较没反光了，有，它就挂在上面，然后很可爱的样子。哦，兔子，你好胖，你好胖。我们来看可不可以用不一样的，比如说兔子在里面可以，快掉下去，然后皮猪在保护它，在救它的样子。喂，喂，我家的镜头太棒了。好，对，然后就这样抓住，然后你就喝水的时候就看到它挂在，超可爱的。好了，希望这一次的开箱影片一起。喜欢的话帮我按个我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可可酒精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